我不用劲儿。我得要拍。做双杠，我以前我这一百公斤，我是多少估计有六七年都没撑过了。我们双杠它属于大肌肉，它练体能的它肯定是大肌肉里面它还有一种小肌肉，知道吗？体能它是练到是就是那个肌肉缝里面去了，所以说相对于说也比较稳固了，非常容易拉伤。所以说你达到一定的强度，不达到一定的能力的话，你千万不要上。